11月15号，美妹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网站发文求助，透露大机器前老板 Scott Brochetter 和前老板 Scott Brown 不让他演唱旧歌。另外，这不是我计划告诉你们这个消息的方式。 Netflix 制作了一部关于我过去几年生活的纪录片，斯科特和斯库特已经拒绝在这个纪录片中使用我以前的音乐或表演素材，尽管在电影中没有提到他们或大机器唱片。Taylor Swift 梅梅发文透露，近几年一直在和 Netflix 合作制作纪录片，但是大机器的老板 Scott 不允许任何旧歌曲、旧演唱视频的出现。虽然整个纪录片不会提起他们或大机器，但现在梅梅在2020年11月之前的任何演出都是一个问号。我爱你们，我想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梅梅求助称，这就是我要你们帮忙的地方，请让 Scott Brochetter 和 Scott Brown 知道你们的感受。